铸剑师死了，九尾狐和剑神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The end。这也叫故事？我们要的是热血，不是狗血，好吗？对。男生跟女生爱看的故事本来就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别着急，铸剑师还有一个孩子。哎，这种事情皇上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他听到了一个预言，说孩子长大之后将取他性命，于是他派出杀手追杀他们母子俩。在逃亡的路上，孩子的头不小心被石子崩了一下，过后他头上留下了一个闪电的伤疤。多年以后，那个孩子长大就是一个蓬头大鱼，雷电交加的晚上。有一件事梁静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其实你叫阿甘，另外你也不姓胡，你的亲生父亲是隔壁老王。我早就知道了。谁说的？我要都斩死他。同学们都这么说。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你爹是个铸剑师，他被王上抓去铸剑了，铸成了以后你爹给王上杀了。乖，从那天起，韩石勤学苦练，终于在韩寿教材的指导下治血成才，成为一个绝世高手。娘，娘，我走了，你要多保重身体。孩子，不成功则成人，要报仇一定有必死的信心，必胜的信念。娘，你放心，按照韩寿教材的标准，我的武功已经过了八级，在当时已经不会有人能打过我。忍着泪，说一声 goodbye， 撒哟娜娜。终于说到高潮点上了，这孩子一出山就直奔皇宫，到了门口才发现想见皇上不容易啊，得先经过十二座宫殿，还要一关一关闯过去，每一关都有一个穿着黄金铠甲的绝顶高手。是按星座分的。那个清泉，那就按照生肖分。好，那就按生肖分。他先被对方秒，吐完血以后再秒对方，连续重复了十二次，终于杀到了皇上寝宫。Who are you? Who are you?你来杀我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皇上。那你为什么问我 Who are you？ 我没问你。你刚才明明问了。我姓胡，名阿尤。误会。我还有个名字叫徐阿甘，十八年前你杀了我爹，我是来为他报仇的。杀的人太多，想不起来了。你这个禽兽，今天我要为那些冤魂报仇。你的武功是在韩寿教材学的吧？哼，我是不会死的，在这种设定里主角是永远不会死的。我跟你有仇啊。讲到高潮的时候必须得要停一下，这是故事的呼吸。胡阿优虽然倒下了，但是九尾狐为了报答他爹给他们带来的姻缘，暗中相助。纳尼？小宇宙爆发吧，燃烧吧，查克拉！甭管是谁，赐予我力量吧，我感谢你全家啦！莫斯卡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爹铸的那把龙吟剑。好剑，为父报仇之后，胡阿尤把那把龙吟剑埋在了天山凌霄峰之下，从此退隐江湖。
500年后，这把剑又重现江湖，因为各种缘分，它又到了我手里边。公叔，哎，整理一下，往江湖上散吧。好嘞。哎，你想好哎，把那帮贼引来，找不到那把剑会找你麻烦。哎呀，你怕什么？咱们这儿有这么多人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智谋有智谋，只要他敢来偷，咱们就一拥而上，将其拿下。A soldier named Who Are You? A warrior with ordinary skill and a lot of fear. He's on a mission of revenge against the king and must take on his empire's most ruthless assassin. Fortunately, with the enemy, he has a sword to defeat. Cai Bado, with his friends, will show you how to screw up a movie. From the producer with no experience, Dragon Sword. 好剑。这回彻底火了！当家的，龙吟剑的小评书仓仓爆满，这盗版书和连环画本本畅销。我再一分钱没赚着。哎，有挣钱没赚着吗？一个不懂得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时代，真是可悲。嘿，你要知道，只有作品足够好，观众才会捧场。你要知道感恩，感恩啊！我可以容忍偷窃。但我不能容忍明明是偷窃却说自己没错，明明是从别人的作品里得到快感却舔着脸说这是给我面子，这种面子小爷我不需要。我已经跟衙门里边打过招呼了，只要抓到贼，他们第一时间送过去，马上就审。你们估计这些贼会在什么时候动手？很难说，故事出去了，接下来他们就观望。观望？哎呀，这些贼太精了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光是传言他们是不会冒险的。这个简单啊，咱就再买一个局，把这些传言变成事实。如果现在收手了，传言就是传言，再往前走呢，就得承受很大的风险。九妈，好不容易把事造足了，现在回头太可惜了。我同意，有风险大家一起承担，怕什么的，只要能抓到贼就值。当家的，抓贼就是为了能让你睡个好觉，我们都无所谓，你决定吧。投票吧，你们一人一票，我两票，同意继续的举手。啊！不同意继续的举手。出事，4-4。我还没投呢。你个小屁孩儿！龙云哎，有魄力！过来！各位，投票是神圣，既然我们投了票，就要按规矩办事。接下来。我们要共同承担风险，谁也不许耍无赖。好，就交给我去趟葛家庄演场大戏。为啥去葛家庄啊？废话，这谁都熟，演给谁看呢？这回你说的对。切！哎，这儿人多，住这儿吧。啊，面条筋道，烫烤炉也好，大众点评5星推荐。哎，进去吧。欢迎光临客官，来碗海带排骨面。哎呀，我去！对面的那位朋友，你这把龙吟剑做工挺细呀，哪儿买的？我这把剑是原版。别瞎掰！不信，我这把剑出鞘有龙吟声，见识过吗？不可能。哎呀妈呀，我这把剑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，见识过吗？没呀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剑姬？还有绝招啊，起不要惊讶，这不算什么。飞，
匪，匪呀、啊，怎么匪呢？天气原因，航空管制，起飞时间待定。大哥，请留步！谢天保佑，升官发财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，幸福美满。谢神保佑，谢神。啊，三清啊，找有事啊？我来拜拜剑神。剑神保佑！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事儿是我们编的，瞎忙活什么呀？在这，我说这种事情啊，三清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想想，一把普通的剑能飞吗？这也不能飞呀、啊，用的是磁铁障眼法、啊。哎，兄弟，我又不问你要，你紧张什么呀？要不，你跟剑神聊聊，啊，求他帮我生个儿子。大哥，剑神不是观音，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呀？升官发财，国计民生。哦，如果是姻缘啊、艳遇啊什么的就算了。你嫂子那人你懂的啊。哈哈，大哥，你别拜了，这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剑，你别在这瞎忙活了。你刚才还在那儿说这是剑神，又不是观音，你自己说的。哎，怎么着，得了宝贝就不要哥哥了？你这人现在怎么这样啊？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随便拜，拜美了算。求剑神保佑，保佑我生个儿子，全家平平安安，生意红红火火，股市涨到10000点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真正有幸福感的那种，官吏亲政廉明，不是光嘴上说说的那种。